钮在哪里？宁光老太婆给电梯装了语音识别。啥？语音识别？在电梯上？在群域阁？你有试过语音识别吗？没有。那我们试一下。11楼，请您再说一遍。11楼，请您再说一遍。11楼，老太婆为什么要装这种东西？让我来试一下蒙德口音。11楼，哪怕是一辈子也到不 了。别插嘴。11楼，主要是能听懂我把液氧给你。很抱歉，您可以再重复一遍吗？试一下正宗璃月口音。Eleven， 你的老家口音原来就是空耳。我，你行你上啊。请清晰缓慢地说。你行你上，一雷锋。很抱歉，您可以再重复一次吗？11楼，如果你还听不懂我的话，我就用棒棒炸弹让你懂。你好威武，我也好怕怕。你能闭嘴，想想办法吗？请清晰缓慢地说。Eleven， 你每次说的都不一样。我要说到他听懂为止，可以吗？Eleven， 你这是要请老爸来帮我们吗？快开门啊！这是一个语音识别电梯，请您用清晰缓慢的方式说话。哦，我的秦团长，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冷静？因为他知道你一冲动就到处乱炸，到时候秦团长让你屁股开花。您还没有选择楼层。已经选了爱来稳啊。如果您不想选择楼层，想离开电梯的话，只需要说请开门。请开门，请开门，请我打说请就可以了。我是不会对这个玩意低头的。请开门吧，请开门吧，恶心心。请保持冷静。啊，我的奶奶，让我踩一下，靠近点说话。今天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了。您还没有选择。Fuck you， 雷龙猫，如果不让我们出去，我就让老太婆把你拆了。找到给你配音的三流演员，把他痛揍一顿。我再送他们一个棒棒炸弹。炸烂你！炸烂你！炸烂你！稀巴烂！稀巴烂！要上电梯吗？